你可以可以到位。跟上啦，来直接来上线，下兴奋喽。开下去，拿去。相关的法令甲你讲掉，你提升嘛水平吼，你会使要求吼，你个提升，而且地方你比较好，法官甲你问，按免这免收费用的，安尼你听有无？你听有啦。哦，无，你先讲。好啊，来啊。你可以到位。跟上啦，来直接来上线，下兴奋喽。开下去，拿去。到现场的时候，这位男子立即被我们警方压制，并且起获三人的起爆刀。那本案这名男子全案是以涉嫌妨碍公务、公然侮辱以及亏损欺侮罪经我们大家排除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当场逮捕这个六名四名施暴的这个行为人，那全案我们会依刑法150条妨碍秩序罪来依法就办。那有关这个施暴行为，我们绝对是呼吁乡亲不要在群组上面有这个纠众要声讨的情势因为这样同时有可能触法，我们警方一定会依法来就办，从严重塑来侦查。